呢個豆腐，因為耶穌基督咧無條件咁愛咗我哋，咁所以咧我哋都喺個愛嘅團體當中，要學習耶穌基督嘅嗰份大愛。好，我覺得咧，我哋係 We Are Shelter， 即係咧，我哋覺得我哋一個避難所。點解咧？我哋覺得因為咧喺我哋平時生活入邊咧已經好多呢個罪惡啦、誘惑，咁所以咧。天主教呢個教會咧，俾到我哋係一個心靈上邊係一個可以避難嘅地方啦。咁就好似我每平時翻到教會咧，都好似翻到一個好舒適嘅地方，好似一個心靈嘅綠洲一樣。所以我覺得我哋係避難咗 We Are Shelter。好 ，We Are 台灣，點解 We Are 台灣咧？就係因為咧，我覺得咧，其實咧，我哋每個人咧都係唔同嘅，我哋一出世就唔同啦。咁其實天父咧就俾咗我哋每一個人唔同嘅特質啦，同埋唔同嘅 talent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咧，我哋每一個人都唔同，亦都唔需要同其他人去比較。其實只要係真心咁樣對自己，跟住之後自己中意做嘅嘢就發揮出嚟，咁就可以完成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即係如果大家真心對待自己每一天啦，跟住之後同埋可以發揮自己的所長咧，咁基本上咧，其實咧，我哋天賦俾我哋嘅生命咧，其實都已經係非常有意義噶。已故嘅教宗約望保羅二世曾經講過：青年人就係教會社會嘅希望，我哋都係呢個嘅希望嘅繼承人。咁我哋要一齊努力，將呢份希望帶俾身邊。青年人，努力啦 ！We are perfect， perfect 完美。當然啦，喺我哋人嘅生活裏面咧，人係冇十全十美嘅。但係天主眼中咧，每一個人，即係我哋咧，都係完美。雖然咧，每個人都有缺點啊，但係只要自己做好本分啦，服務教會，咁自己就係一個完美嘅人啦。需要唔需要擔心人哋覺得你有缺點啊，或者係乜嘢？只要相信自己咧，咁你就係一個完美 perfect 嘅人啦。而我哋教會裏面咧，我哋總永遠都係 perfect 嘅。We are strength。作為一位天主教徒，無論喺任何嘅逆境之中，我哋與天主同在，天主也與我哋同在。正如聖詠第十八章第二節所講：上主，我的力量，我愛慕你。上主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救恩，我的避難所，我的堡壘。We are family。屋企係每個人都需要嘅地方，聖堂咧就係我哋另外一個屋企啦。喺呢一度，我哋會一齊笑啦，一齊玩啦，甚至一齊祈禱。呢度有天父爸爸同埋聖母媽媽咁愛我哋、照顧我哋。耶穌都邀請你成為佢哋屋企人。你嘅答案係乜嘢呢？ We are family。喺教會裏面，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兄弟姊妹。就算不認識的人都是我們的哥哥、姐姐、弟弟或者弟妹，我們一家人可以和睦共處，大家分享自己開心和不開心的事，一起分享主的信仰。 We are friends。
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肤色，讲不同的语言，我们可以做朋友。耶稣也说过，谁若为朋友舍掉自己的性命，会有比这更伟大的爱情。所以我们一起去做耶稣的朋友吧。We are sunshine， 我们是天主的儿女，希望透过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，可以将天主的爱带给其他人，感化他们。We are joy，你做啲咩会开心啊？行街食饭定系睇戏咧？呢啲可能只系一般嘅快乐喎。喺快乐高一个 level 咧，就系喜乐。喜乐咧系由内到翻外，系心灵上面一个嘅快乐嚟嘅喎。你想唔想得到一个快乐啊？喺堂区嘅生活、信仰嘅团体里面，你就可以得到呢个喜乐啦。圣保禄喺佢嘅书信里面讲过，我哋应常欢乐，不断祈祷，同埋时时感恩噶。We are hope， 我们是希望。教宗保禄二世鼓励我们全世界的青年人做世界的光，美术的盐。一个青年跟一个青年做朋友，建立关系。在我们青年的联系一起同下迈向教会的理论。我们在这个旅程入面互相关心，彼此相爱，满怀希望，将来会得到信仰的成长。我们青年人是今日教会的其中一个需要的成员，但是我们相信透过我们青年牧民的努力，成为教会未来的希望。We are children， 我哋純真可愛嘅，永遠都係上面最可愛嘅小朋友。We are God's X， 而家嘅資訊年代，梗係做 X 最強啦。咁我哋做邊種 X， 同大家自由發揮啦。We are God's X。We are towards eternal life。耶穌死後復活，門徒居然認得出耶穌。但是后来我凭着一颗热切的心，终于将耶稣认出。只要你，没错，是你了。同样有一颗热切的心追随基督，将来进入永生的时候，同样可以认出你所爱的人。We are the love， 我们全部都是被爱的。We are the love， 我相信我们在第二姊妹都是你同一个洗礼，送同一条主，经历同一个祭，都系 We are the body。因为喺耶稣基督之外 ，We are the body， one body， God。Yeah！